它像不像月球表面？我是 Entry， 你知道了，现在 FMCO 我又是被关在家了。我看我已经被关了超过一年多了。我看马来西亚前后已经封了三次，每一次的那个行动管制令都是超过一个月的。你知道一个月待在家，我已经把我十年的未来大计都已经想完了，所以我已经不知道我可以再做什么了。因为今天我有点嘴馋，有点微食，所以我在网上就找到那种懒人包做蛋糕，因为我没有什么材料嘛。然后今天刚好嘞，我就想吃一些甜点这样子的东西啦。刚好我家里嘞就有这个东西，奥利亚，是怎样的奥利亚？还有这个牛奶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了，到底我要做什么嘞？首先呢，我要先压碎这个奥利奥。来，准备一支叉，我们来一起压碎它，把它翻上水果。应该是这样吧。然后差不多连到这样子了嘞，加奶奶进去里面，加多少嘞？我也不懂。随便吧，它大概就是这样子吧。我就这样子连哦，一直这样子连。哇，很像麦多呢那个，很好吃哎。全程 live 着的嘞，我没有 cut 片的这个。歪，有一点歪，但是其实它很香。哇，很香好嘞，要不要吃？哇，黑暗料理啊。我要这样子拿起来了。好了，它已经好了。呜呼！这个就是800次黑暗料理 ，Oreo Ore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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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brownie。Oreo。它像不像月球表面？ Huge focus on what happened 40 years ago and what it me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. 月球表面。OK， 试试看。我终于做好了这个 Oreo，因为它是用很多个 Oreo 做成的，看到吗？哎呀，不管你看到没有了。哇哦，它像 brownie 这样哦。哇，我以为它真的是有挺住的嘞。吃先，好吃没？谁要吃这个的话，800次奥利奥 brownie 和黑暗料理的话，记得自己去弄。拜拜，下次见。